你竟然用了军术来分批收走。三天后，我就叫婚约来找用了。他们是出什么代志？你这样变安尼啊？你哪里做？会害到你的亲戚查某囝幼小。别是在骗我。哎，你老混蛋话绝对袂当听。三立台湾台二十九频道，拜告拜告，安琪七点半，细说台湾，喊天骂破三界。